看到的是咱们的上鼻梁的位置，一个鼻梁，哦，那里一个鼻梁，这里一个鼻梁，三个鼻梁，这是做四折上鼻梁使用的。然后咱们的上梁轴是使用的，磁粉张力带手动轴的。这里的张力的张力大小，然后这些数值，数值越大，然后就这个张力就越大。然后这个主要的话还是有，咱们那个救兵仪，为了咱们这个布料啊，边对边永远都不会走位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块的话是我们这个三鼻梁之中的其中两个鼻梁，是这一块进去。进去之后，经过咱们这个成型器啊，成型器这里成型，然后就进去了。那过来的话，咱们这块的是鼻梁压鼻梁的系统，送鼻梁的系统。过来这，这个转动的，就是切刀送到这里面去。这里的话就是说点动、停止、启动。这里的话都是效率的这一块，操作不打开。这块的话是鼻梁检测，就是这里的鼻梁检测系统。鼻梁没有的话，它是自动停机的。然后这些的话，弹力布、布料，这些都是没有料了，它自动会停机的。这块的弹力布的救兵器也是一样，咱们想要它进出的话，调这个就行了，进出就行了。